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南，欢迎收看《头脑演大设计》。早在上个世纪，机器人就已经出现在荧幕上，然而当时的他们又怎会想到现在机器人就已经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仅如此，科学家们还在致力于让仿真机器人更像人类。此前日本新推出了一个美女机器人，这逼真的皮肤，美貌的外表，你敢相信这是一个仿真机器人？没错，这款仿真人就是由法国的 Quantic Dream 公司研发的一款游戏中的女主角，并由日本索尼互动娱乐发行。这款仿真女机器人，她的肢体和面部细节高度仿真，不仅仅可以对别人笑，而且还能做出几十种面部表情，她还会多个国家的语言和你沟通交流。不少网友纷纷表示已经爱上了她。为了使这款美女机器人的外形更加逼真，科学界做出了其最大的努力，使用了最新的科技和仿真皮肤材料。虽然在手感上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其表面的毛孔和纹理很容易骗过人们的眼睛，让人们感觉与真实皮肤在外观上没有差别。这个美女机器人拥有完整的骨骼和神经网络，通过人工智能的加入，其学习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只要我们在后台输入了一定的程序，它就能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同时，由于其采用了平滑的齿轮设计，这款机器人在行走和动作的变化上都非常自然，不像其他机器人那样僵硬。关键的是，平时也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充一次电的话可以用一个月。这种仿真机器人也是对外出售的，价格也不是很贵，只要13万人民币，发行当天就被一些科技宅抢购一空。如果你有钱，你会不会买一个机器人回家呢？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由头脑演大设计剪辑制作。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请关注头脑演大设计。